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久的优美。晚上十点四十九分，为你带来一首几时都令人心动的恋。任何人见到都会觉得我哋系男女朋友。系，我一次台湾转机嘅时候，好偶然遇到宝儿，识咗十五个钟头到就分开，但系以后每一日我都谂起佢。挂咗一百日到，竟然俾我哋撞翻，到依家啱啱三个礼拜零四日，但系咁多日夹夹埋埋都见唔够六十个钟。不过我哋啲转数夹到，我似转咗我啲浮沙入面，笨翻出嚟。有种呢世都找不回的感觉，但仲有三日他就要回美国，是三日。表面我当然扮晒冇嘢，因为我哋啱啱先讲好，我哋要开开心心过埋呢几日，包埋我唔准送佢机，调转系佢答应等我搞掂香港啲嘢，我就即刻去美国找佢。Just for a rainy evening, when maybe stars are few.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 Oh. 看著夜晚的天呢，我真的會想起你的。夜晚的天色是由南宝城的光照出来，是你先这么讲过。咁你望住个天嗰阵咧，会唔会觉得我已经喺度陪紧你？会噶，不过望人好过望天。其实咧，我琴日发咗个梦，我辞咗职同你一起翻美国。几好，唔好成日都谂住我迟啲会唔喺度，你就会好难过先得噶。我难过咗好耐噶啦，我讲笑咋？我哋见翻都冇一个月，点算好耐啫？唔系啊，你唔觉得我要成日好耐先至见到嘅咩？你记唔记得啊？第一次在台湾见的时候，看着你入闸那阵呢，我其实已经很挂住你。没想到又给我等到在火车站去见翻我。但见翻呢又要等，一是呢就等你做完嘢先见到，一是就等我放工先再见到。我等埋埋都变咗好耐。咁你会唔会情愿我哋冇见翻？唔会，做咩轮到你乱咁嘢啫？唔准啊！唉，你知我噶啦，我对住你，我谂到咩就讲咩噶啦。就算迟啲日都见唔到，我会谂翻我记住晒嘅嘢。咁你咪好似已经喺度咁咯。我练定噶啦，真系得噶。好啦，咁由今日开始咧，我就搏命塞多啲自己入你嘅记忆里边。咁你想要卡通片啊，定系恐怖片？如果我净系啊记住晒啲嘢，你就衰啊！点衰啊？当你记住一个人的时候呢，无论他的样子他说话记住了呢，永远都不会变的。那你每次想回的时候呢，那个人都会一模一样。在回忆里面呢，
人是不会变的。我爸爸说过呢，最好的回忆呢就好像钻石一样，将有过最好的片段得磨到最靓，之后就留在回忆里面保存。那你一定会是我心目中最靓最大粒的钻石。Don't make our love seem right. The future isn't just one night. It's written in the moonlight. Painted on the stars, we can't change ours. Don't give up on us, babe.We're still worth one more try. I know we put a last one by. 早晨，咦，你都喺度嘅？哦，佢 call 我嚟帮手。哦，食咗嘢未啊？喂，我买咗咖啡同 muffin 啊，预多咗噶。喂，食啊！正，攞翻一支。喂，不妨试下分散投资好喎。宝儿咧就喺美国，佢咧就可以 develop 喺 local 呢边。现在华晒都兴玩平衡的嘛，是不是？喂，在哪里啊？厕所。喂 ,Coco 怎么在这里的？琴日上班吗？今晚回夜间？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本地了。为什么啊？他没告诉你吗？嗰日佢追保尔嘛，咁人哋保尔走入个车厢入边，架火车一开，哼，个傻佬就追唔切咯，竟然够胆识真系揿明个刹车掣，个车俾佢揿停咗啊！只但系呢两日每日啊都翻去俾老总照肺啊，真系照到万念俱灰。咁大件事啊，咁会唔会炒鱿鱼啊？佢都唔自在啦，睇嚟辞职信咧都打定噶啦，随时跟保尔翻美国。做咩啊？最后幻想都冇埋啊！你说什么啊？那是啊嘛，如果他不走你就有机会咯。不要那么无聊啦。喂 sorry, 喂是是。好啊。要咖啡啊？不谢谢。糖纸来。刚才呢听厨仔讲话你因为保尔呢揿停了班火车。很厉害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真的会按停个掣，很忘居啊！好感动才啱。男人忘居两就感动了，梗系唔系啦！如果他忘居是因为紧张我的话，我一点都不介意。咁如果是个男仔为了想见多个女仔多一阵，连份工都不要，咁算不算是紧张的忘居？你唔好问我啦，我系嗰啲咧咩都唔理我先算嗰啲人嚟噶。如果换转系我咧，我会调翻转头，我留低等你唔使冇咗份工。不过我系嗰啲冲动派嚟嘅，或者保尔有佢自己谂法咧。你觉得咧？你觉得佢会点谂？或者佢会觉得冇信心，你冇咗份工，冇安全感啩？唔知为食算唔算系缺点咧？咁我有咩缺点啊？一定有的，但你都冇讲过。哇，你问得咁难噶，夹硬揾噶喎。唔准啊，一定要有的，我讲真的。做咩又整猪嘴啫？正经啲啦。我谂紧噶，好正经咁谂紧。乜嘢啊？是最近情绪化一点咯，是忽然间那只。本来没什么的，不过我好像觉得最近只是想什么，问你又不说，好像很多东西收埋的。不过我想这个都不算是缺点来的，性格来的都没定。说不定可能你第时原来喜欢。
哼，咁我呢？大食悶蛋長氣啊？係太掛住我。